微微十一年，伍佰再度推出全台语专辑《丁阿辉》，今天特别到插花教室来体验插花，看看伍佰这专注的神情，欸，真的是煞有其事呢。好，再来。OK。不过作品完成后，伍佰似乎不是很满意，直呼完成品烂透了。对啊，我是第一次插，第一次插花。那你觉得你刚刚插的自己看着烂透了？我想的跟实际上，不一样。丁阿辉这张专辑大量融合台语歌与非洲舞蹈旋律的元素。对于这样的创意，伍佰表示，因为听到非洲的音乐，竟然让他想起小时候听的台语歌，所以自然而然就想要融合看看。这次的歌曲很多都是有台语老歌的影子，那我觉得台语老歌配上非洲的音乐、非洲的节奏，会有很奇妙的事情发生。这是我听了几年的非洲音乐之后，我发现，非洲的音乐。它有一些东西很像台湾的老歌，很像日本的老歌，很像巴厘岛的音阶，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很原始的根性的旋律，竟然是全世界是共通的。所以我在做这张唱片的时候，我毫不吝啬的弄了很多非洲音乐的元素，包括管乐，包括节奏，包括percussion 敲击乐，还有旋律的部分，我用很多台语老歌的旋律的感觉。第三度推出全台语专辑，接下来伍佰从跨年一路到三月都有令人惊喜的展现，也请歌迷们好好期待伍佰这次又会玩出什么鬼点子。 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